天生丽质，那世上的恩赐，而优美高雅，那是后天的修为。优雅不专属上流社会的贵族们，平民百姓也一样可以优雅。来测一测，你具有几分的优雅呢？一，计分标准选 A 的一分，选 B 的三分，选 C 的五分，最后计算得分，根据得分划分类型。二，测试题目一，你会选择穿哪种类型礼服去参加宴会呢？ A. 装饰复杂颇具浪漫风情的礼服。 B. 讲究细节的清纯别致礼服。 C. 露背或者露肩的简洁礼服。而当你进入会场时，马上有一位男士上前来迎接，你认为他会是什么样的人？ A. 十几岁英俊的小伙。 B. 二十几岁稳重的男子。 C. 慈禧亲切的老爷爷。 3. 你手上拿的包包不小心掉落在脚下时，你会怎么处理？ A. 你会稍蹲下身，伸手去捡起来，尽量使裙摆不碰到地面。 B. 你会用一只手压住裙子，再弯下腰去捡。 C. 你会请附近的男人帮忙捡起来。四，这次又回来了一些名人，你希望跟哪种人交谈？ A. 演员。 B. 运动健将。 C. 做家务。这次宴会的礼物若只能从下面三项中选择，你会选哪个？ A. 瑞士巧克力。 B. 法国香水。 C. 山水画。三，答案解析。 A. 21到25分。你优雅的程度不禁让人怀疑你是个货真价实的公主，让平民百姓高不可攀。有时你给别人的人感觉甚至让人觉得很高傲，你的风范是一个优雅高傲公主。B. 13到20分，你虽然不是与生俱来的优雅，但你表现得落落大方大方，礼貌得体，让人看着很舒服。你的优雅是为了应付公众礼仪而努力学来的，你的风范就是优雅的大家闺秀。 C. 5到12分，很遗憾，你实在是跟优雅一词沾不上边，不过你的优点是很容易亲近，与其刻意装优雅让你会觉得难受，不如好好发挥你平易近人的优势。你的风范就是普通俗人一个，憋着住，这是娱乐测试，千万不要完全对号入座。如果能够对您有所启迪和帮助，这样最好。如果您觉得毫无意义，只愿你一笑而过，开心就好。如果你觉得文章有意思，请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谢谢支持。